我是干嘛的？我是因为这个营业卫生的，你这用我的饭碗，对不对了？那我下次不来了还不行？不是下次，没有下次，我就明讲了，为啥子？我跟他们说了，叫他们打电话叫你不要上来，对不对？五分钟取消掉。那这个事情，你是不营业车，对不对？五六十块钱单子，这么远路跑上来接他们到高铁站，跑50公里啊！我家住在高铁站，我顺便带他们回去。你家住在高铁站，你别货啊！我扶你干嘛？我车来不及了，我高铁来不及了。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话这么凶干嘛？你叫他们下去！你叫他们下去！我加钱给他！我加钱！我加他100，我给他。我加钱给你一百二，你给他我就让他走。好，来，钱。你要给老板，老师傅，你要这个钱你要退给他，你这个就是白活了，好吧？我为你挣了一点利益了啊！好，谢谢。滚吧，下次不要来了。你这人就是不懂得什么叫是真伪。不欢迎你，求求死的。真伪，妈的，几十块钱还不起，求死的，太。